好，就这里，雪山是一定要去的。这里还有一些小兵要打，非常简单。放走吧。啊，那是师傅就。哦，那我应该就不能放走他了。我再放个绝招，嘴遁加绝招，防守也没用。哎，还是死了。然后这里就不放了。应该是到了。
后来是用这个，还有这个野猪。他的命中这么高，好，来个绝招，拿到了师傅的独门武功。还是练武功，好，练这个。我看我还是加紧时间练武功。
好，继续修炼。应该没问题。再用一个嘴炮，非常难。到刚刚好70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我不想再转了。